疲倦或者累，忍不住后退，多等一秒钟都算狼狈。问一颗糖发觉口味不对，好似世上只有你说会喜欢玫瑰。无法入睡，想着你一度未回，不停追问要你来面对。狂风肆虐一整天吹，玫瑰花枯萎，纠缠下去注定累赘。天黑，撕谢幕，四分转剧情结尾，配合你出演一段相来时，我体贴入微。为什么你依然用眼泪面对？到这里难道不算完美？不必哭泣，直到换了口味。只剩我血肉斑驳中悼念的